我的关心是，变观光去年家己去推动着山海恋主题旅游，透过着宝地港的航运，串联台湾和平湖的观光。十八号家己新丰庙和平湖新丰庙举行着结盟的仪式，为山海恋旅游代言，并推出跟着城隍爷游太平云梯的趣味行程。为了推广嘉义市的观光旅游，力推山海恋行程，嘉义市再次将平湖牵做伙。十八号，嘉义城隍庙甲平湖城隍庙举行地盟仪式，为山海恋旅游代言。嘉义市长涂新泰也亲自到场见证。市长涂新泰表示，这边嘉义甲平湖城隍庙地盟，唔但会使带来宗教观光的商机，也促进嘉义平湖两个所在的文化交流，更是立下宗教观光的重要里程碑。更期盼山海恋的旅游会使成为游客来甲必选的行程。心交心中间，我们很高兴。这两个城隍庙，一个239年，一个300多年的，能够山海会乡，我相信这样子的地盟活动，未来可以带动澎湖跟嘉义，我们这两边的这个观光旅游，大家可以一边玩山，游水到澎湖，一方面吃山产，又可以吃海产，然后又山盟海誓，我相信这个山海恋。有山海，我们的两个城隍庙的会乡会更加的一个丰富有趣。在地盟仪式面顶，该城隍庙以行动去制成赏罚分明圣盘，第三号平湖城隍庙，你平湖城隍庙也会进加山澎海九班造型的雕刻，两方以地方文化互送礼品，仪式圆满隆重。新闻台闽台记者蔡宏报道。